我家养了300多只鸟，工人住在那里，那他就跑鸟把它大跌上去了，可能就是他门没锁，或者是人家故意去开门了，他跑出来耶。这种情况呢，我就报警，两个警车过来帮巡逻一下，他就分了好多批，东来一批有7-8只，西来一批有7-8只。我现在就是接到那些朋友，他说在那个地方有，然后我就告诉好多熟人，我也在那个地方去找，可能抓有100多只，但是还有几十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估计就是少了20-30条，可能他怕车了，他躲到甘蔗里面又没见。回去了我又去找110，因为有熟人说看他装我的鸵鸟上车拉走，然后又记到他的车牌，然后去查一下。现在他们那边的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就来把他们赶回去了，在街上是没有的。